各位好，现在画面上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简易的、很常见的打点板哦。我们初学的时候，其实常常会使用这样子的器材，就是一个打点板，然后很简单的打点板的架子。这样子的设备，它其实在初学阶段一直到进阶的时候都非常好用，也可以搭配其他的打点板来做一些变化。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使用这样打点板的时候，如果是遇到坐姿比较低的，有人甚至是在客厅的沙发坐着练习，那坐的位置比较低，就会发现这个打点板相对于我们的腿部高度是高出不少。如果你想要把它调得更低哦，或者是像有一些练习者是比较身形比较小的，是儿童或幼童的话，他们需要把这个打点板降得更低的时候，是有一个方法。 因为这个打点板比较小、哦，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，呃，像小骨架可能就不是很很适合，因为小骨架的夹子，它的那个爪子要抓住这么小的打点板会有一点困难，所以我们会我会建议你使用这个辅助夹、哦，辅助夹上画面上看到的这个辅助夹，这个是 ISBN 的辅助夹，其实很多的品牌都有类似的相关的产品哦，这个辅助夹它有两种。 不同的旋转角度，你看到的画面上这一个这个部位可以可以调整的旋转方向，跟这个部位可以调整的旋转方向不太一样。这搭配使用就可以调整出非常多不同的角度。现在我要使用这个辅助夹来降低这个打点板的高度。基本上的方式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把打点板拆开来哦。 好，你会看到这个打点板的支架是可以分解的，分解成两节的构造，一个部分主要就是脚架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上段的这一个呃打点板架子。现在呢，我想要用辅助夹把它夹在底下的这一段，让它可以调整高低，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调整的比原本的高度再低一些。我来实际操作看看。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把它组装上去的样子哦。那你会发现到这个原本的这一个上段，我把它利用辅助夹把它夹到另外一个位置去了。它现在原本的上节现在跑到旁边来了。那现在我把它打点板重新固定上去，它的高度会比原本的高度降低非常多。今天先简单介绍到这边。